今天接了一个送冰淇淋的订单。哦，谢谢。那个外面天有点热，可能有点化了。哦，没事，等一下坐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啊，好。哎，那个，能帮我下去拿个快递吗？哎，行。哎，你好，这是，这是你的快递吗？是啊，谢谢。哦，哎，能再帮我去楼下打桶水吗？太重了，提不动。搞定了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看你热的。啊，没事。你要不要去冲个澡？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你可以拿这个冻吃敷一下脸，会凉快些。谢谢。天气这么热，你可以接下来吃冰淇淋啊。那多麻烦，你把这两盒直接给我不就行了？我走了啊。今天接了一个送儿童节礼物的订单，让老板找到童年的感觉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那个，你把眼睛闭上，把手伸给我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干嘛？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为什么没有做完？等一下让你罚站，知不知道？还有呢，别急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来自童年的水枪，来送给您。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送的呀？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用心？有。那有奖励吗？有，当然有了。啊，采购部的张文超。搞定了，兄弟。送啥呀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他非常满意，等着加薪吧。太帅了，哥。必须的。王雨婷，你不跟闺蜜逛街去了吗？她谁呀？你是？我是，跟我玩假装不认识，把我当备胎，挺厉害呀、啊、你。她谁呀、啊？什么不认识？不认识，继续演。你这左后背这是不是有一个痣？她这都知道。你们继续吃吧。其实我刚才接了个送礼物的订单，让我赶紧去解释解释。你谁呀？那个我是跑腿的，你闺蜜让你送生日礼物呢，说让我逗一下你。他有病吧？哎，我还以为你外面有狗了呢。那个希望没有影响你们两位之间的感情啊。哎，他是我弟呀、啊。哦。哎，别走啊，留下来当我姐夫、啊。当你姐夫？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。想得美。今天接了一个买樱桃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这给你买的樱桃到了。哦，好。啊，我也挺想知道这个樱桃甜不甜的。哦。哎，没事。嗯，挺甜的，挺甜的。啊！我给你唱首歌听，你让我吃点樱桃行不行？那得看你唱怎么样了。夜里做了美丽的噩梦，想清醒。难听，还想吃樱桃。你可能对我的歌声有所误解，如果你不让我吃，我就一直在这唱。想清醒，我决定。钱拿走，钱拿走。今天接了个订单，有个小姐姐在路边加了帅哥微信，让我帮她聊天。听我的，直接跟她发，在吗？哎，不行不行，在吗？太普通了。上次那个就直接被你聊黄了，大哥。那你就问他今年多大了？你查户口的吗？不行。约他晚上看电影。太主动了，不矜持，不行。问他吃饭了没？上来就吃吃吃，你是吃货吗？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作为女孩子，你刚才加他有点显得太主动了，所以这句话我们就把局势扭转过来。看我的。我们再加下一个啊。那个没有什么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让他先加你微信呗、一句话都不说就把小姐姐给删了，太可惜了。怎么也得说一句话再删呢、哎呦我的妈。今天接了一个买榴莲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您知道六号楼怎么走吗？哎，这咋了？这是我男朋友跟我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别哭啊，你我这有榴莲，要不给你吧。你是说我的脾气像榴莲一样臭吗？不是，你回去尝尝就知道了。你住哪儿啊？你别哭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嗯，真甜。这是我吃过最甜的榴莲了。那肯定啊，我这是在苏宁超市买的。哦，我想起来，这是给客户买的。啊？那我把钱转给你吧，我给你转300。不用不用，我在 APP 上再买一个就行了。苏宁618大促，拼购价才33.8，这个我请你吃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心情好多了？啊，我失恋了。哎呀，怎么又开始了？哎，你好，我是跑腿的，给你买的饮料。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你工作累不累呀、啊？还行吧。我一个人在这儿挺无聊的，要不你过来陪我坐一会儿吧。哦，好啊。
我还给你买了杯饮料呢。哦，哎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啊。你别说，这个饮料还挺好喝的。干嘛呢？啊？啊呸！这什么饮料啊？这口味一点都不好喝。幸亏我给你尝了尝，我再给你买一杯啊。等我一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今天接了一个送午餐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这个肯德基是您的吗？嗯，对，你放这儿吧。套餐我就给您放桌上了啊。我都没空吃，还要帮老板 P 图。哦，那要不我帮你吧。你行不行啊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不行的？两分钟都帮你吃完了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说要帮我就是要帮我吃东西。对呀，你这硬核午餐除了汉堡还有三块热辣香骨鸡，太多了，我不是怕你吃不完吗？吃饭用你吧，我以为你要帮我 P 图呢。哎， P 图我也会呀。怎么样，这个图 P 的还不错吧？你们跑腿的也太厉害了吧。还行还行。像素鲜嫩的香骨鸡你吃了吧？哦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好，给您送的鲜花。好，谢谢。麻烦给个好评啊。嗯，好的。说好的要给好评，你为什么不给？你算什么客户？你有尊重过我吗？要不然送件衣服吧。你根本不知道我想要什么，现在就给我好评，赶紧的。叫过的跑腿，点过的外卖，打过的车，网上买的东西，说好的好评都给我补上。我都已经给过了。打电话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补上。姐，最近买东西给好评了吗？喂，小智。嗨，老王。娜娜，最近点外卖给好评了吗？还有你的客户，答应我，说好的好评一定要给，好吗？今天接了一个送水果的订单，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就行了。啊，好。那个，为了庆祝昨天到今天过去24小时，我举办了一个活动，就是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。如果你赢了的话，我可以替你做一件事；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也要为我做一件事。你看行不行？啊。石头剪刀布。呀。来，你把眼睛闭上。闭眼睛，你要干嘛？哎呀，你先闭上，你要愿赌服输。好吧。哎嘿嘿，我拿两个扇竹就行了。你别走，再来一次。来嘛，再来最后一次。好，来来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看我了，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帮我多一个圆的地吧。啊哈哈。我刚才抢了一个特别奇葩的订单，应该是让我去他们家查岗的。我现在已经到他们家楼下了，让我们点一下到达。我现在已经到了1802，让我去敲一下门试试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没有？有人在吗？今天我接了一个订单，打王者荣耀，要求帅气，30岁以下。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哈哈哈哈。我现在已经到了，我已经确认过了，就是那个黄衣服的小姐姐，让我过去跟她打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是你下的那个王者荣耀的订单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刚才抢了一个买达奶茶的订单，他的问题是我男友出轨了吗？排队的人好多啊，让我先把问题写上，让我们看一下答案。我要不要再买一杯？我今天接了一个订单，要把这个钥匙给前面那个小姐姐，让我们先去假装撩她一下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我给你个东西，你要吗？你是要把手给我吗？你朋友让我给你的钥匙。刚才接了一个给女朋友道歉的订单。西西你好，你男朋友让我给你道个歉，让你回他的微信，然后还有这首歌送给你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